小罗克道乐趣，欢迎来到坏血的玩乐仓库。今年乐高幻影忍者的新品大部分坏血都已经做了，只有一盒71814还没有做。很多的朋友给坏血留言说想要看乐高幻影忍者71814，这么多人当中有没有你呢？来，乐高幻影忍者71814安排。这盒乐高幻影忍者71814擂台赛神庙神是乐高于2024年六月推出的套装，它一共有3489片乐高积木构成，里面包括有14个人才，官方定价2099元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，盒子上一共只有13个人才，但是官方资料上面为什么是14个人才呢？因为这里边还有个素体人才。来，快点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套71814好不好玩吧。
好了，我们这一盒乐高幻影忍者71814擂台赛神庙城完成了。由于视频时长的原因，今天我们只展示71814的拼搭过程，详细的把玩视频呢我们明天再更新。欢迎继续关注坏血的玩乐仓库，我们明天见。